我喜欢的是那种就是一幅画，我看着它我会觉得很静，可以让你整个人沉下来。我说说我对你这个画的感受。好的好的，我很想听。就是这种画它让我很安静，大山都是安静的，它的这种静美是就是自然而然的矗立在那里的巍峨的那种静美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画风。我对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喜爱啊，就跟我的童年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关系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壮美的山水的感觉。就是我看到这幅画之后，我觉得我想大口的呼吸，感觉我就人在此山中。我非常希望你的画出现在我的展区内。谢谢丁敏姐，谢谢丁敏姐，谢谢你。丁敏姐沉迷于我们国画，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国画美。你画的这应该是一个绣球树吧？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我特别喜欢绣球。你看这个绣球，然后这个绣球的花瓣，对，绣球，每一个绣球的瓣画得特别好，所以我就是觉得这幅画啊很有生命力。我也喜欢这边有这个山啊，小小的山，山啊，草呀，水啊，人间美好的这种感觉。就我印象中美的感觉，仙境的感觉，世外桃源的感觉，想走进去的感觉，然后身临其境去待会儿。所以我想把我这张邀请卡发给你。谢谢冰冰姐。但是我希望你珍惜这张卡，然后坚持你的初心，做好你的画哟。当然。这送给你好吧？谢谢冰冰姐。谢谢。冰冰姐还是喜欢国画哈，对对对，喜欢比较朴素一点、淡雅一点感觉。嗨。你好。啊，你是说中文的？啊，我会说。啊，你的中文很好。对。这幅画其实它属于一个系列，一个系列。对，我总共有19幅，19幅，而且都是以这个蘑菇题材为主。哦，我正想看一看。这个乐意乐意给您看。啊，艺术其实是没有边界的，我们通过它就可以交流了，不需要语言。对，不需要语言，而且艺术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往往是超越语言。对。然后我希望在我的展位上看到你的画，我要把我的这张卡送给你。太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非常高兴。我也非常高兴。OK， 谢谢谢谢谢谢。